各位同学请就座吼，咱即马要上课啊。各位学员，请起立。啊，各位学员，请就座。啊，各位学员，大家，午安，大家好。啊，我叫做潘良华，吼、哦，啊，对咱秘书长已经差不多七年，过两个月，哈、哦。啊，我甲伊收下的著作。啊，有一挂心得吼，啊，直接来跟各位报告。那么我今日要讲的题目是台湾的国际地位正常化，吼。啊，我姓潘，我拢甲你介绍讲，因为我咧潘是清朝的官员来出身，啊，我是台湾的原住民，哈、啊。我叫做马卡道族的，哈、啊。啊，因为这个姓，数这个姓，敢那袂歹，因为呐。三点水，啊下口有水，阁有田，顶缘阁会发米吼、哦。啊，其实阮的祖先拢介住伫个溪边、河边吼，买洗物件、买洗身躯吼，哦、较方便。所以我自称讲我是住伫水边的番，吼、哦。啊，等下我来会讲到咱台湾的这个 DNA 啦，吼、哦，等下再来讲吼。哦好，啊，咱首先过来复习一下，讲到底咱台湾的法理地位哈。哦近代主权变化啥款吼？伫1895年，因为江户战争了吼，日本天皇是以下关条约，就是中国人讲的马关条约，为大清的皇帝取得着台湾甲澎湖，吼啊！但是阵退掉，敢那清朝敢那管西半部尔嘛，啊，中央山脉以东，拢总要个高沙族的领域哈，所以是日本人来。开拓10年的时间，卡卡台湾拢总平定哈、哦，建过台湾的基本的主权哈、哦。但是伫1945年8月15日，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天皇宣布投降，哈、哦、啊，所以伫1952年来签这个旧金山和平条约。啊，日本政府是依照旧金山和平条约来放弃台湾甲澎湖的管辖治理权，地上权放弃。但是主权无放弃，所有权无放弃，所以台湾的主权还搁伫日本天皇的手里。啊，即简单安尼解释。目前咱台湾甲澎湖还搁伫主要占领权国美国军事占领中。啊，有人讲哪有啊？无看到美军，我较等下我会讲的哈。啊，即嘛是依照台湾关系法委托台湾伫咧当局咧甲咱管。啊，即台湾伫咧当局是。台湾关系法的用语，因为1979年，这个美国跟中华民国断交了，就袂使阁称呼中华民国，哦，所以就用台湾治理当局来代替这个中华民国，哈、哦，暂时即马是这个台湾治理当局咧甲咱管哈、哦。好，啊，台湾有足侪问题，我、哦、咱一个来探讨哈、哦。我差不多提到100条哈。哦啊，遮摕几条出来，大家参考者。上台先，咱来了解讲，到底咱家己是啥物身份，咱是啥物人？好、哦，这你若无了解，你有可能会认贼做老辈。好、哦，这贼仔来甲咱台湾的是大人，啊，结果咱咧认伊做老辈。好、哦，啊，这就错得很离谱。哈、哦，好，咱台湾这个中央山脉以东。这种高沙族哈，以前日本来，阿伯来以前拢阿伯，好清朝管哈。啊，那么，刚才这个浅黄色的，拢差不多，伫平原地区，所住的住民，所以叫做平埔族。那么平埔族有十族哈，那位宜兰这里有一个克马兰族哈，台北地区有一个凯达格兰族哈。到先前湖头前迄条路，就是较早阿扁人甲改做凯达格兰大道哈，迄、哦那个纪念这个族哈、哦。那么咱桃竹苗这个地区遮，都有一个道卡斯族，托卡斯哈、哦。那么中部、台中、彰化、南投遮，遮就较侪族，有帕仔啊、帕布拉，吼、哦，还、啊、有一个马木萨，这三族伫这个
中部地区哈、哦。那么分林甲嘉义遮，都大部分拢是叫做红安雅族，啊，为简称叫做红雅族哈、哦。那么上大族的一族伫台南，叫做西拉雅族。即马一族一直要向中华民国这个政府要求要加入高沙原住民这个族。族群内底哈，但是台南市已经准啦，因台南县市有准啦，但是中央哈，中华民国这個中央还袂准哈。那么佫有一族被忽视，就是伫高滨地区马卡道族，我本身就是马卡道族的后裔哈。那么伫谢长廷做工市长的时候，为着要纪念马卡道族，所以有伫高雄市迄个纵贯铁路的。边啊吼，有设一条新的路，叫做马卡道路，哈、哦。啊，所以你若要记阮这座，该好记。我甲你讲，你一定记得掉。马英九卡在平交道，哈、哦，阿辉家来弄个包死的。哦，安尼这座你就记起来，哈、哦。我是马卡道主的，哈、哦。啊，你若是不是边坡做的？有一个特征的，你若手弯起来。这条有一条，钓一条笋，哈、哦，这条马卡道族，哈、哦，啊，过来就你的脚尾指甲，然后鼻笋呢，哦，这拢是，啊，过来就是皮肤，乌无白人遐乌，啊，白无白人遐乌，像这遐白，像我这差不多含十一分色的安尼，差不多小我超一大这色的哈，原、哦、来是，哈、哦，啊，过来眼睛双眼皮，哦，你那拢有这些特征啊，你保证是哈、哦，因为咱台湾人。85%以上拢有平埔族，吼，还是佮透着一挂高沙族的基因伫内底，吼。啊，你若唔相信，即卖 DNA 技术已经足发达啦，你会当去那北部地区，你去马偕医院，吼，有一个林马利教授，这个医师，哈，伊专门咧研究咱台湾人的 DNA， 吼，系统的。你开一万块抽个血样，你有几成的，甚物族的，几成的？南到荷兰的，还是南到这个日本的，拢会当给你验出来，哈、哦。比如台南有一个学者叫李晓峰，这个历史学者，哈、哦，伊自细汉就讲伊是奥印度的囡仔，哈、哦，奥印度叫奥印度啊，我伊都足受气的，伊话 Q 猫啊，哈、哦，爱型都为了印度血统，啊，到前几年，哈、哦、，DNA 卡流行，哈、哦，伊走用你嘛你抽。抽血检查，结果真正内底有印度人的血统。结果伊个研究历史较查讲啊，荷兰时代，荷兰的东印度公司来台湾管台湾。诶，咱迄阵台湾是迄个一个公司咧甲咱管的吼。迄、哦、因来遮是要趁钱，所以伊来遮种，因台湾台南地区遮来种蔗糖做适合的。啊！但是爱甲一个人工啊，包括爱牛类、鸡、狗通去种甘蔗。啊，台湾牛无够用吼，也、哦、是无下因用，所以因为印度进口印度的赤牛，或者黄牛，入来台湾吼、哦，黄牛在迄个时阵引入来。啊，黄牛要坐船要来印度嘛，爱有人管理啊，就请印度人把迄牛做赶过来。啊，就是迄个印度的因的祖公哦，可能伊娶到因的。祖台，啊，所以生的依靠我这个基因老了安尼哈，结果真相大白哈、哦。OK， 好。那么是安怎？咱会摕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好、哦、啊，咱定咧讲啊，我台湾人，嘿啊，我的爸爸妈妈日本时代拢有受教育的，因迄阵拢日本国籍啊。啊！那两个日本人结论生着我变中国人。啊，有人讲，哎、欸，奇怪，狗含狗生态变中国猪，吼、哦，就是你也想不合逻辑嘛，吼、哦。结果就是咱用行政命令讲，咱所有的台湾人，伫1946年1月12日，隆重回归祖国，变作中华民国国民。但是，你要讲变更国籍？你起码爱让人有选择权嘛，起码有两样选择，讲看要留咧，互你做大清迄落中华民国国民无？拢无呢？无直接用行政命令就甲咱换过。
啊，政治佫有日本有同意的是这个日华台北合约，伫1952年，旧金山和平条约伫4月2日生效迄天，伫美国的主导之下，要求日本爱跟中华民国签这个日华台北合约。内底台北合约吼、有讲所谓中华民国国民吼、就包括以前就摕到中华民国国籍这些人，以及前属，你个注意看，以及前属就是前以前就属于这的人，就是咱的阿公阿妈、爸爸妈妈因遐的人。是啊，伊还佫讲这个，还佫讲这前属的住民视同为中华民国国民，视同，其实视同就是唔是啦。好、哦，就马英九咧讲啊，我把你们当人看，好、哦，伊个心内其实无甲你当作人看，好、哦，视同就是讲暂时甲你尊做事啊，好、哦，就敢那讲啊狗啊吼，啊都用那衫裤甲穿穿咧，甲当作人安尼看安尼意思，好、哦，好，啊，所以你根据这个日华台北合约，啊，了这进前日本政府的反应，佮甲咱。日本台湾人的日本国籍，甲取消掉，所以咱准变无国籍，吼、哦，这是安尼来，台湾人无国籍就是乌家来，吼、哦。啊，暂时是摕中华民国的身份证，啊，若要出国嘛爱摕护照，吼、哦，中华民国这个护照。但是伫1972年中日建交，吼、哦，咱这个台日本的国籍，唔是日本国籍。咱本来提到中华民国这个国家，伫197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跟日本建交，迄、那个日华台北合约失效，失效了，咱连中华民国国籍也无去，国籍的失去就为遮来，吼、哦，日本也甲咱取消日本国籍，啊，中华民国甲咱视同中华民国的国民，但是因为中日建交，这个台北合约失效去。咱煞阵无国籍去，两个拢无去，日本籍也无去，中华民国国籍也无去，哈，连视同都没有了。你看我悲哀，哈，都变作无国籍。那么咱台湾人的潜在国籍伫倒位，要安怎恢复这个国籍？其实咱的潜在国籍就是日本国大日本帝国国籍，哈，因为咱爸爸妈妈因哩在迄阵是大日本帝国咧治理台湾嘛，哈，那么。因为被取消，哈、哦、啊，但这照讲是无合国际法啦，哈、哦。好，那么咱要安怎恢复这个日本的这个国籍？好、哦，都要依照琉球返还模式，哈、哦。例如当初1945年4月7日，美国的海军尼米兹上将，哦，挥兵攻打琉球，哦，甲占领，了后因就成立琉球海军政府，那么。经过到1969年，迄个时阵，日本的经济已经好起来，所以日本政府去跟美国政府参详讲：，那么你到底我爱赔偌济钱给你美国？你可要甲琉球还我日本？美国当初甲开价3亿2000万美金，啊，所以美国政府甲嘛日本政府甲这钱交了，因就签一个琉球返还协定。依照这个琉球返还协定，伫1972年5月15日。甲琉球，包括钓鱼台哦，那个尖阁群岛，拢总献给日本，好、哦。所以咱就爱依照这个琉球返还的模式，爱去等回归日本母国。咱等于日本母国，咱自然就日本国籍会当个出定哈、哦。那么当初琉球人伫美军咧军事占领还未回归日本的时，因琉球人。那要登去日本，去四大岛，吼、哦，因为去四大岛，譬如要留迄个东京，还是大阪，琉球人要离开琉球，等于出国，因为迄时已经是日本的境外啊，是美军咧管的，所以琉球人就要向美国军政府申请这个旅行证件，要摕到这个美国军政府所发的旅行证件，才会当离开琉球，好、哦，等于日本本土。
啊，国际有分属有分属地主义甲属人主义。属地主义就是讲，只要你伫伊个国土内底生来，拢拢属迄个国家的人。咱以美国做例，你伫美国的飞机顶，啊，伫美国的船顶生囡仔落来，迄个拢自然取得美国的国籍。好，啊，所以是安怎？李焕哈，较早捌做过行政院长，伊个祖囝叫李清安。伊怀孕的时候，哦，都想尽办法，走去美国，把伊囡仔生来，伊摕到美国的国籍，哈，哦。中国人足爱摕美国，还是加拿大，还是澳洲的国籍，哈，哦。因为伊知影台湾是伊客居之地，唔是欲永久多只生团的所在，哦，所以拢足希望摕到其他国家的护照，哈，哦。OK， 那么。后边人拢是属地主义较济，啊，那东方这边受到中国这个封建的思想的影响，拢转是属人主义，就是用父系，你这个爸爸，无论你移民去到底所生落，伊拢讲是，要个是伊迄个原地，那华人就讲伊拢华裔的，好，哦，比如讲中国人移民去。新加坡，还是移民去马来西亚、印尼，所生来囝，因拢讲咱是华人，啊，因较不容易融入当地社会，所以底下赚到大钱了，拢想讲要去转来因中国去评价伊个故乡，要起大厝，要光宗耀祖，啊，所以赚钱拢无回馈马来西亚还是印尼个因本地啊，吼。所以造成因遐个人拢会排华，吼，哦，就是讲放鸡赛乌，吼，哦，生鸡卵会拢摕得等于因个故乡去，吼，哦，所以造成当地人个排华，就是安尼。这属人主义有歹处，就是安尼，未融入当地社会，吼，哦。好，啊，那么咱台湾个系统来参考看卖，吼，哦，有一句话讲：有登山讲无登山嘛，即句形容。听起来敢那对哈，因为当初海禁嘛哈，陈前公迄个四郎叛变哈，引清兵来拍陈前公，也消灭掉。啊，大清帝国宣布海禁，就是甲陈前公这些兵将哈，大部死的拢总甲掠了，全数等于大清帝国内地哈。啊！宣布海禁，就是讲袂使阁有大清的人来遮，因为伊惊讲阁来遮，含咱本地遮的台湾人合作阁来抗清哈。啊，所以海禁了，就足少人有，除非讲偷渡来。我说啊，若有来嘛，拢查甫，所以讲有当怎讲啊，查甫大部分拢无来，因为要来遮，咱遮迄阵张力之气真重，足要活来真困难。那这句话有唔对，中登山讲有来足少啊！啊，咱本地，吼，哦，本地这个阿公走对，因为台湾人占大多数啊，本土台湾人，吼，哦，就平埔族的占大多数，迄流氓啊，走路来遮拢较少嘛，吼，哦。啊，但是这个登山讲你注意吼，登山讲十个来台湾，六四三老一回头。十个来，伫台湾海峡，因为较早船细只，台湾海峡足喘了。啊，那东北季风吹落，迄风影较大，迄细只船不止嘛，规个变过，规船的人拢死，所以有六个60%的人爱死。那么船的起来了，三个老了，一回头，迄，那个起来了，发现讲，只伊最特别啊，三位吼，伊个倒等于大清。OK， 那么这三个老了，敢真正会活落来，真困难哦。咱以当初日本来拍这个牡丹社这个事件，日本军迄阵起兵3000个来为这个车城，这个海边还有一个社寮围起来。那么看咱牡丹社伫这个石门古战场吼，伫遐战要几个月，日本军真正战死的吼，30-40个尔。但是要去拍你来山就困难啊，因为咱的
南台湾的这个原住民做个游击战的，还拢用夜间突袭，所以日本军团啊拍个真惨的对啊。上惨的就是讲，伊来遮水土不合，台湾的热病足济吼，就比如讲，敢那许蚊虫叮就叮死啊，就登革热，因为伊拢无抗体。啊，咱的原住民伫遮许蚊啊叮几啊千年啊，伊拢已经有抗体啊，安怎叮拢无要紧。因日本人来，定个都破病，啊，假使水土不合，即下拢都可能啦吼，漏塞有诶无吼，啊，所以结果底下驻军拍未赢吼，大部分两个月底下驻扎都死要五六百个呀，破病死就要五六百个，战死讲三四十个呢，吼啊，所以看办一摆，赶紧要求日本诶外交部门去跟大清。来协商，要求大清赔五十万纽银，啊，因合撤军，算讲讨一寡迄个伫遐战争的一寡损失就对啊，算我那算惨胜啦，唔是赢哦，总共赢嘛是惨胜哈，所以，有只你来看讲，这三个有可能上加留伫咧活落来呢，好，所以当然讲足少的，咱台湾的阿公较济。哦，唔好讲台湾的血统拢中国大清遐阿公来的所留的，大错特错哈！因为日本的来台湾十年，甲台湾平定了，1905年，就是伊1895年来了，十年后较稳定啊，伊开始做户口调查，迄阵所有的户口这个制度为啊开始制定落来，迄阵清算的结果。差不多290几万的本土台湾人，啊，因迄阵日本人派来遮有差不多59000几人，到尾60000人，啊，有登记做大清帝国的人，差不多8000几，外国人啦哈，伊讲哪外国人差不多8000几个，啊，迄阵内底差不多95%是拢中国人哈，等于大清的帝国，啊，其他个有英国啦、西班牙、荷兰遐。所以你把遐8000几个，甲当作10万，拢总大清的人好啊。看咱的原住民，遮迄阵三，甲要300万人，是300比1呢。按你看，上较济。当然嘛，咱家己的本岛的基因较济啊。啊，中国人来遮，因遐8000几个是来遮做生意的，吼。啊，当初因为本岛台湾人，阿公从啊，因为大清来甲咱管212担。这212担，你哪家总共20担做一代，安尼差不多有11代。啊，你一代一代，大清迄阵来，甲咱管遐久，伊的文化算强势，所以咱一定是学因的语言。哦，所以台湾人就一直去学闽南话啦、客家话，哈、哦。因为你哪也要语言，你也当做通译官，哈、哦，啊有较好福利，哈、哦。啊，这，看今嘛咱台湾人当初。美军吼来甲咱占领，吼委托中华民国占领。你看咱迄阵的少年囡仔，若去读台大了要留学，吼来台大，去美国，就去美国留学。毕业就差不多伫美国食头路，就无要倒来啊。吼，迄就是崇美嘛。吼，啊，十几年前，哇，日本的这个文化开始入侵台湾，就是讲。迄阵的因日本做的电器用品啊，三 C 的用品，我拢足好诶。电器用品吼，咱若出国有诶，就挂电珠哥转来，挂索尼的特尼尼方的电视转来有啊，还是录音机、卡梅拉。我迄阵咱台湾人咧从日剧哈，迄阵来消战，好啊，即5、6年来，抓拢咧消韩剧哈，啊，就是台湾人嘛，有想要上进。哦，想要学较新、较好的物件，吼、哦，啊，这自然就安尼。哦，所以你看，清朝人来甲咱管的是咱台湾人，迄个漫画，学北京语，吼、哦，啊，竖竿竿式，吼、哦，学因的穿插啦，吼、哦，北京的迄个旗袍，学因拢满人拢穿旗袍，吼、哦，咱嘛有咧学，吼、哦，对。那么日本时代，日本人来甲咱管的是嘛，要求咱台湾人爱皇民化，吼、哦，食日本的这日本料理，吼、哦，穿和服，穿目镜，吼、哦，啊学日语，
你若要攻击一个这国语家庭哦，都有优待。OK， 好，战败一国的人拢爱离开台湾，所以嘛，保存咱台湾人85%原住民的血统。好，咱来探讨看嘛，战败国荷兰，荷兰2000几个人哦，伫迄个热遮兰城，有电线杆甲用25000个兵马甲包围。10-1哦，电线工嘛足缓慢的，为要规半年攻袂落来，啊，所以阵开始，迄落屯田哈，开始伫城外开始种植，长期抗战，因为粮食食，食要差不多啊，你无光阴种一寡物件，那战争啊，那咧自残哈，要长期抗战，啊，到尾为甲荷兰人城内无物件好食。国不离三种都在投降，爱离开，吼、哦，所以因是2000几个人拢坐因个荷兰的船登去雅加达，吼、哦，印尼的雅加达，东印度公司撤退，吼、哦，所以荷兰人所留落来基因无济，因为荷兰来遐管来台湾都要管38年呢，吼、哦，荷兰是迄个政治王朝甲灭哩，吼、哦，但是政治王朝佫有大清甲灭哩。所以郑成功迄25000多人所留落来少，除非讲太无死个，啊，佫掠无转去个，走入去山内，即留落来基因也真少哈。那么大清帝国去予日本拍败，所以大清迄阵日本签《马关条约》时候要求讲，限你2年的时间，予你思考，你若无爱我日本管，你会使变卖你的家产哈，刷登恁大清。好，所以大清到尾啊，日本来统计，剩8000几个伫台湾。哈、哦，那么大日本帝国去予日本，去予美国牵两粒原子弹嘛，就投降了。1945年10月25日，投降典礼结束了，开始甲因遣送转去。甲日本差不多迄阵就已经有差不多30万人诶，日本诶军功高，甲包括伊诶家眷，差不多30万人拢遣送回日本四大岛。哈、哦。啊、所以你甲看，这四个来管台湾的，拢无留偌济基因伫台湾，哈、哦，拢规个拢遣送转去嘛，哈、哦。所以咱的台湾的原住民85%，拢有咱台湾本土，哦，平埔族加高山族的这个基因，哈、哦。所以你唔通就是讲咱拢迄个素性，哦，你姓陈姓林姓啥，迄种素性啦，甚至住族谱互你啦。啊，拢甲你教讲，哦，像中国1945年10月25日来了，开始甲咱教，叫咱爱学北京语，有无？外来拢一直咧甲咱改变咱的语言，好、哦、啊，所以到尾啊，咱家己的族语拢碰见啊，像我的族语，即马村老我知影两句，好、哦，像高雄市这个地名来，就是因为我的族语叫做塔卡奥。反正闽南语叫做大高哈、哦，大高城哈、哦。啊，日本人来摕到台湾了，这个塔口日本原来有这个音，叫做高雄，因为高雄塔口原来叫做塔口，所以日本人总把迄个高雄摕来何做高雄区管区这个名。哦，所以高雄川呐哈、哦，爱河的对吧？它叫做高雄川。啊，所以这地名是安尼来。那么。屏东，它叫做阿靠阿高城，吼、哦，嘛是用这个音译，用闽南语音译过，吼、哦，我的族语就无去啊。即马剩差不多希腊雅语，看救会倒来未？吼、哦、，OK。所以咱莫认错做老爸，哈、哦，莫忘记我们的身份，哈、哦。好，那么日本时代台湾人的户口名簿，即马哪会和国民党甲咧画甲全乌乌的，吼、哦，一块，你来看嘛，用该做乌。什么原因？日本人咧户口调查足认真呢，伊拢甲你问看你是对一族对一族的，吼、哦。啊，你若要讲闽南话，伊甲你写福哦。啊，你若要讲客话，甲你写广，吼、哦。啊，你若这两个拢未晓讲，你跟他存了讲你的。原住民的话，哦，那平埔族的，给你写所番，哈、哦，
啊，你若高三，甲你写升升分，佮有分青甲色个对个，吼、哦。啊，我即超会答啦哈、哦。好，那么国民党来甲你做遮拢个乌乌画条，就无好你知影咱个身份啦。伊拢讲，全台湾的人都因为光复，我们光复了台湾，哦，你们都回归祖国的怀抱，通通变成中华民国国民。啊，搁伫咱读书，咱来做一部后壁弄来写，做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有无？意思就爱做中国人，开堂堂正正哦。啊，若做台湾人，拢起起哦，哦，拢安尼咧，甲咱怪，甲咱骗，哦，啊，所以咱。你若讲台语的方言爱罚钱，啊像我都无钱好罚，牙医啊，啊无牙水桶啊，啊牙到手酸哦，啊水就倒来，规身骨澹的。咱互糟蹋够足忝的，咱讲咱妈妈的话，讲咱阿妈的话也袂使，吼、哦、啊这所以作恶之的，这违反吼、哦、人权，因为你讲占领，你袂使改变你的语言，改变你的生活习惯，吼、哦。啊！这伊就惊咱知影讲哦，咱是原来这些主人呢，咱是原住民啊。哦，所以讲卖讲咱是原住民，咱原住民的就原来的主人，吼、哦，咱是主人啊。结果咱即马说咧做奴仆的工作，啊！这中国人足爱用迄个孔孟思想、儒家思想来甲咱管，足好管的。伊甲你教儒家思想，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对吧？他们都在做君，都在做王，啊，我们都在做臣民，哦，所以君君臣臣，啊，臣要听王的，听那个皇帝的命令嘛，的话嘛，所以都要服从，就都做给他们吃，给婆，对吧？父父子子，哇，他们都做老爸，我们都做儿，我们都贪给老爸吃，这样，哦，所以我们如果读到这个儒家这个错误的思想，哦，这封建思想，哦，我们都在做，做比较小。啊！我甲家己讲，主主奴奴，哦，伊拢做主人，啊，拢做奴隶，做奴仆。啊，我人家讲台湾出问题，我记我细汉，我住伫庄卡吼，我出我边啊，我妈妈拢会家己饲寡鸡啊、鸭、猪啊，家己有猪条拢伫边啊俩。啊，阮饲猪拢饲两百公，差不多七个月，就会当掠来卖。掠来台，结果1949年，蒋介石为中国引进到尾200万只的猪吼，你白我咱台湾人饲呢，啊饲68吨啊，这猪袂太的。咱即马咧缴税金，拢咧缴给因啊，哦，因咧农民、农民啊，今仔食饱用用，拢伫公园咧看狗啊、遛狗、行棋啊，闲闲啊吼。迄种中国人，啊，咱许多人拢做甲老做甲死的，哦，咱我也唔捌看到中国人在台湾布条啊、加做米啦，我食过我唔捌的，拢是阮爸爸妈妈因安尼硬做硬点布条啊，佮拍甲打打送去互因食呢，吼、哦，啊，所以咱家真要佮你饲啊，咱拢总是合作养猪户啊，吼、哦，所以莫佮做养猪户的，一直爱。一定要给他赶出来，好，来，我们国家民族错误的认同，我们都错把中华民国当作五国，说我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有吧？这是不是人，几个人都这样？哦，都开始说，我们这姓都是中国姓，其实不是，我们是那些人文化、文字的入侵了，我们那些人给我们教语文教育了，教到说咱拢是中国人嘅，吼、哦！啊，这嘛是就是安怎，占85%嘅台湾人，本土台湾人，算数无到15%嘅中国人，吼、哦！差不多1000万人嘅台湾本土台湾人，挖过去，就变做中国人。所以最近这两届中华民国总统大选，咱拢算数，85%现在台湾人算数，吼、哦！这就是因为其中有一半嘅台湾人挖过去做中国人嘅，所以导。票投在咱投书哈，咱伊2008年迄阵，马英九拄啊做总统，陈云林来台湾。另外，马英九和夏联讲，
沿路拢袂使有看到中华民国车轮机，叫建材迄个，然后插伫外口拢爱修改，吼、哦，啊那堪能唱的，建材唱的，唱到澳国旗个澳地，等日本车人，结果咱台湾人戆戆啊，人因中国人无爱机啊，咱讲。尤其啊，起来咧捍卫中华民国国籍，吼、哦，咱日军咧，吼、哦，啊，等到你看，因个五星旗举甲悬悬，中华民国建材咧甲保护，惊咱日军，惊台湾人，吼、哦，日军咧，迄个枪落来甲放火烧，吼、哦，因为这是中华民国因个头家，吼、哦，好，啊，过来，伊伦敦奥运会这里，吼、哦，去年伦敦奥运会本来有只有挂一个中华民国车轮牌的旗啊。啊！强啊！迄个伦敦奥运抗议，赶紧甲收来。咱台湾人佫走去啊咧举旗啊，佮咧捍卫中华民国，又读个歹无？人因中国人无爱咧收旗啊，咧压旗啊，咧等本尊人，就爱甲倒收倒等本尊人。啊，代表台湾呢，看一个台湾民政府去旗也爱举出来，结果吼，拢咧捍卫这个，吼，包括三太子咧伦敦奥运会咧。嘛咧发这车轮旗，讲咧代表讲爱台湾，迄敢是？吼、哦，这毋是咧爱台湾，这咧爱中华民国啦，吼、哦，不要搞错哈、哦。啊，这个国家认同错误的始作俑者是啥？就是中华民国民进党的台湾前途决议文，哈、哦，1999年哈，伊、哦、讲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名叫做中华民国，哇，这作掉了嘞。迄阵李登辉讲，中华民国在台湾，啊，即个会当看，本来中华民国唔是伫台湾咯，是伫其他国家啊，招来伫台湾的，吼、哦，所以在中华民国在台湾，还可以看得出他是流亡的样式，吼、哦，模样。啊，你这个讲台湾等于主权独立国家，名叫中华民国，等于台湾等于中华民国，中华民国等于台湾，敢那免钱伤人呢？你本来。咱家己一地是咱，那总共买卖嘛，要有一个介绍。啊，你说用上诶，等于画上去，抓准白白上人，吼、哦。啊，蔡英文伫中，伊是做中华民国民进党诶前诶主席。伊2011年10月10日，迄阵要选中华民国流氓总统，伫高雄市诶罗岗公园，伊讲台湾就是中华民国，中华民国就是台湾。中华民国不是外来政权，是台湾政府。啊，这嘛是把台湾等于中华民国，吼、哦。啊，这拢在出卖台湾，吼、哦。啊，佫卖无钱呢，直接用送的，唔是出卖呢，用送的，吼、哦。所以这作掉了。好，啊，咱来改正咱错误的言辞的咧，吼、哦。这咱过去拢讲了惯之，拢会脱口而出。啊，这嘛尽量爱改哦，吼、哦。来，外省人，台湾无外省人。因你若讲因外省的，我阿咱做本省，咱做变伊个一省，吼、哦，这就错误。台湾敢若我讲有两种人呢，本土台湾人一种，第二种就是外国人，吼、哦。除了本土台湾人了，剩下拢外国人，看伊是对一国个，吼、哦。啊，那这个因是中国人，哦，你莫甲讲外省，吼、哦。过来，卖讲专省，啊，卖讲哇专省台湾专省。有房拢有得卖，吼、哦！你伫个广告电台是无听了这，吼、哦！你若讲专省，咱变伊个一省嘛，啊，这就错误啊！哈、哦，咱是大日本帝国台湾，哈、哦，所以这个要改做啥？全台湾嘛，袂使讲全国哦，因为台湾毋是国家，哈、哦，台湾是大日本帝国吼、哦、六个大岛，吼、哦、为北海道、本州、九州四国、琉球、台湾，哈、哦。所以讲全台湾，唔好讲全省，唔好讲全国。第三，嘛唔好讲大陆，因为大陆即句是马英九去年叫人讲爱称呼对岸为大陆，不要说中国，这就是要搁人混淆。伊那是大陆，哇，咱变小岛，又矮一截，哈、哦。因是一个国家，你敢若讲大陆，咱的地球。有几个大陆呢？有美洲大陆、北美洲大陆、南美洲大陆、非洲大陆、欧洲大陆、亚洲大陆，各有澳洲大陆。你是咧讲对一个大陆，这语义不明嘛？好、哦，所以这错误爱讲啥？
啊，对了，哎，中国好。第四，万莫讲省道，因为大清来甲咱管212年，无在条为家人到放了开一条路，互咱台湾人行。无在条甲开连贯，无在条铺桥做路。是日本政府来台湾了，较甲台湾为台湾头到台湾尾做台一线，迄叫做台一线。因台湾第一条贯通有桥，甲西里大桥，即一寡较大条溪流拢甲做大桥做起来，甲全台湾连接开。吼、哦，甚至铁路嘛是为北到南，吼、哦，做一个邦寮，吼、哦，即嘛是拢日本人做的，甲做这两条，吼、哦。所以毋好讲省道，爱讲啥？台一线对，嘿，好爱叫台一线哈。你讲省道第无合理哈、哦。第二，因为咱台湾唔是一省，唔中国一省，所以唔是省道，而且无外省来呢啦。因为你要走一条路吼，拢爱加油啦，无加油那袂走啦，所以无外省啦哈、哦。好，偷渡客这句嘛唔对啊。偷渡是犯罪的行为啊，吼、哦！所以中国迄阵十几年前，啊，用几只飞机投诚对白，吼、哦，啊有坐渔船啊为平潭，为咱新竹的南寮渔港，还是为行迄落枋寮哪边迄边偷渡对白中国人，吼、哦，查甫拢有。迄阵台湾拄啊经济转好，台湾钱银卡白，吼、哦，因拢都来遮打工，吼、哦，偷渡来遮趁钱。啊！但因中国伫台湾的这地理中国迄个当局吼，拢中国人啊。因讲迄因的乡亲呐，所以应该叫做偷渡客啦，讲伊是来遮做客啦。吼、哦，啊，这唔对，啊叫做偷渡犯，因为迄是犯罪行为。因若偷渡客，这个逻辑乃通哦。安尼迄台人帮会，遐拢叫做刑事客，唔是刑事犯。哦，对不对？哦，这咱拢爱改了哈、哦。好，过来，咱来分听讲，美国前国务卿鲍威尔哈，伫2004年讲台湾甲中华民国拢唔是国家。哦，这伫2004年十月，鲍威尔这个较早领导这个美军去打伊拉克哈，迄、哦那个波斯湾第一次战争哈、哦。好，尾来做个国务卿哈，伊、哦、讲中华民国唔是国家。台湾嘛，唔是国家，台湾无享有国家主权，哈，因为台湾是美国境外的国呢，我甲合作境外的国呢，因为台湾关系法是美国用国内法来管，哈，台湾关系法是美国定的，美国要定这台湾关系法，拢唔免含咱台湾人参详，啊，伊定好，伫参众院高票通过了，就进行实施，嘛唔免含咱。台湾人讲啊，我要实施台湾关系法，住台湾，拢唔免哈。好，所以台湾了唔是一个国家啊，这个是唔是国家有一个认定的标准？好、哦，咱来检讨台湾国是唔是国家？哈、哦，要是一个国家，要有四个标准：第一，领土，要有人口，要有政府，哦，要有外交权，哦，这四样哪拢有？哦，基本上就是一个国家。好，啊，咱来检讨台湾国有无？台湾国有台湾配偶领土无？无啊，因为这个领土是还佫日本天皇的，暂时由美军占呢。啊，有台湾国有人口无？啊，你即摆所提拢中华民国的身份证呢，啊，无台湾国的身份证吼，所以嘛无人口。有啊，即摆有一个政府咧监管啊，派一个迄个政府叫做流亡中华民国政府。连美国拢无要甲承认，干那个叫做台湾治理当局哈，所以台湾国嘛无政府。啊，台湾国讲有啊，阮有含23个小朋友国家，即马剩22个哈，因为冈比亚已经去断交去啊。迄22个小朋友国家，歹势，你甲摕建交公报出来看，拢是中华民国外交部去含人签的，唔是你台湾国派代表出去含人签的，所以。嘛无外交权，这四样拢无一项，所以台湾绝对唔是一个国家。所以因阿咧讲台湾国民政府，啥物
九空八单讲，迄种无效，吼、哦，迄种讲欢喜，迄种讲感情、讲爽的呢，吼、哦，咱来照法律来，照规则来 ，OK， 好，啊，有讲哇，咱拢拜关公、拜妈祖，所以咱拢是中国人，啊，过来讲啊，咱拢用汉字，所以咱拢是中国人，啊，这个逻辑哪会通来？安尼呐，信耶稣拢以色列人，还是美国人？啊呐，信释迦牟尼佛的吼。哦信不的，拢印度人，还是拢尼泊尔人，还是迄个西藏的人，吼、哦，这逻辑袂通。啊，若用汉字就是中国人，安尼，会较早韩国、日本，吼、哦，包括即卖新加坡，嘛拢要用汉字啊。那安尼，因拢中国人嘛，吼、哦。啊，若用英语的，拢美国人，啊，菲律宾用英语呢，澳洲嘛用英语，加拿大嘛英语，因都唔是美国人，嘛都唔是英国人，吼、哦。所以逻辑这不通，啊、哦，这是给人骗，介只人用绝对给人骗。你拄啊，咁样他拄啊用讲用数学合理来，数族谱合理，迄族谱我用用数的咧。所以，食中点等于吹，迄种假。我家己我有看阮的阿公迄阵所留的族谱，干那写讲阮是福建来，哇！所以你有只看。照讲，你来讲福建，你咪爱讲福建的对一关，什么砖头来，无啊？干那写为福建县来呢？蛤蟆河给你带过去，啊！你来不明就里，戆戆啊个信了，你不是就拜唔到祖公哩？伊讲咱数典忘祖，啊！那要不要忘祖吼？咱拢爱拜非洲迄个源头，因为咱上在基因位啊开始传到全世界，爱拜迄、那个。啊，甚至咱台湾的基因是搁比中国较早呢，早几啊万年呢。咱是为台湾搁传入去日本，较为韩国较倒落来，为中国的中原，所以咱比早要几啊万年呢。照讲，因来来认祖归宗，啊，咱较可以认非洲的咧，吼、哦，对不对？好，那么现在爱成立台湾民政府，就是讲美国的，你看琉球这里。尼米兹上将去打琉球，把琉球占领落来，伊就随成立美国琉球海军政府，哈、哦，啊了，较佫移交予陆军，变作陆军政府，哈、哦，啊，因为当初琉球人伊讲英语，啊，美军伊个占领因讲英语，两个话语袂通，啊，日本人开车韩多路是正边，美国人开车韩多路左边，所以日本的。你开车车都是左去右回，像讲咱即卖铁路，包括高铁拢毋是，还阁留日本的系统无改，拢是左去右回。哦，你注意甲看，哦。啊，你若安尼干呐，开车就不是小龙，龙嘞日本人甲美国人就话语袂通，就惊火咧。所以一定爱美国军政府要求日本的士绅亲美爱做一个。琉球政府，琉球人，这个政府组成应该有三权：行政、司法、立法，拢有。家己定法律，但这个法律爱送我美国军政府审核过，因来认为无损害美国的利益，又何里实施？实施当中，若发现有损害到美国的利益，美国的军政府最高权力，哦，简称高权，会将给你废止去掉，哈、哦。OK， 啊，这就是。爱和咱家己当地人做政府来管咱家己，哈、哦！啊，这嘛是咱以后，咱要求讲美国爱甲政权献予咱，和咱家己管理是这个意思，哈、哦。好、哦，你今仔时间较短，我可能无得讲，控未安尼简介，嘿，差不多应该进前个江主任有讲过啊，哈、哦。来，我来讲这个，是安怎？日本东京的靖国神社要有39,100个台湾的英灵，这些大部分拢是咱的高沙的这个义勇军较济吼。因为当初日本摕到台湾了，发现台湾是粮仓吼，啊，这个粮仓会当供应日本军的粮草，因为你若要战争吼。有一句话讲：“三军未动，粮草先行。”日本就是摕到台湾这块土地了，
甲台湾设立个以南进，好南太平洋这国家的这个前进基地。那么，因为战争，足需要一挂会当伫热带丛林作战的人，啊，咱的高沙原住民都啊足厉害，伫山林、伫丛林内底，一支刀啊，开山刀，拢免炸粮食，就会当带来底活几啊个月。啊，佮因做个游击战，做个做陷阱呢，所以当初第一个咱去，咱个日本军去突袭珍珠港，当时为台湾嘛派日本军，包括千几个这个高沙义勇军去攻打吕宋岛，去个是美国个迄个基地，迄、那个基地差不多70,000几个美军，啊，美国伊迄个基地拄啊。后壁是关山，啊，啊头前是我靠海吼，啊想讲无可能为遐关的山有人为遐来拍，所以拢过头前咧，唔知影咱高山原住民真正为后壁溜落来，甲突袭，哦，所以你看头20,000的人，建立只70,000的美军吼，啊，尤其是咱高山用突袭战，赢一个，算突袭的效果足好吼，啊，就是因为安尼。麦克阿瑟将军，伊即世人上大个屈辱，就是伫伊做迄阵拄啊做菲律宾的总司令嘛。啊，伊建书，所以伊就撤退，甲菲律宾的总统做伙炸咧，迄个流亡去迄个澳洲。但又要再讲一句话，我必将再回来。好，所以伊尾下甲菲律宾佫占倒转来了，用跳岛战术。无来拍台湾，啊了甲美国、日本拍败了，伊可能咧报一个参了，这是我个人猜想的啦吼。伊要求讲派这个三流中国军来占领台湾，来糟蹋台湾，糟蹋到今嘛吼，真正糟蹋，咱又糟蹋就忝啦吼。啊，这个39,100要抵押，代表咱要搁跟日本这个母国要搁有连结的。无你看迄个韩国迄阵嘛有替日本天皇死足侪人啊，因韩国独立了吼，因拢甲遐签断，就跟日本切断去啊。那么咱了头里遐，就表示讲咱了跟日本母国还阁有连结吼。好，啊天皇，咱第一届去吼，几啊百年来头一届咱的民政府机啊伫皇宫出现，哦，这破纪录的吼。好，那么中华民国联盟政府未来要安怎？啊，真知影就讲，陆海空军三军司令部已经裁撤啊，哦，干那改做指挥部，无司令部，因这指挥部以后是美军直接指挥这个指挥部。那么，即卖21,500的兵力要裁撤，真正到剩差不多120,000人，好，哦，这是伫美国的压力之下，好，哦，因咱过美国了，咱甲佫讲是安怎？我是从占领所在，阮台还搁在做兵。你美国你占领波多黎克，敢有叫波多黎克去替你做兵？你占领这个琉球，敢有叫日本的琉球人替你做美军？无啊，因为伊对你的，你发武器给伊，伊都要摕你的免试装备给你拍，吼。所以这无合战争法，包括伊拉克2003年美军。开不到3个月就甲规个伊拉克占了，美国敢有叫伊拉克来做美军？无啊！你发武器给伊，拄啊，摕你装备甲你拍吼，所以这不合理哈。好，美国军事政府应该爱入来台湾吼，这应该是每年的代志都会啊。吼，中华民国流亡政府的人爱撤去金门甲马祖，因为金门甲马祖还阁是中华民国的残余领土。迄等于敢若像一只蛇，都死啊！但是迄个尾流，金门妈祖还搁伫遐撇咧撇咧，吼，死蛇活尾流。啊，过来，福建的平潭岛，这是福建外海上大一个岛，吼，即卖因咧伫遐咧大力建设，吼，这平潭岛伫遮，真近啊！这台北市，这中国城的人，也是台中遮中国人，若要撤退来遮，足方便的，真近，安怎？因即卖。有这个台北港到福建平潭岛，已经今年9月份已经开航啊！吼，
这是海峡号，是吧？平潭台北航线首航啊。好，这高尾应开航啊。海峡号伫台中港甲平潭港已经咧驶啊，每礼拜四班。啊，一句话该趣味，你注意到上啊？经统计，北部载客量需求大过中部，因为台北中国人较济嘛，吼、哦。所谓党政军、情警特拢伫台北较济嘛，中央部会拢中国人拢集中伫北部嘛，吼、哦。所以北部的载客量当然大过中部，吼、哦。啊，这已经足侪人默默的移民啊，拢咧撤退啊，吼、哦。现在讲美国讲台独代表战争，哦，啊，咱来参考看嘛。这个美国前副国务卿叫做佐利克，啊，这个中评社、香港社讲的哈，伊、哦、讲美国这个国务卿佐利克，伫伊个国会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美中关系听证会明确表示，互我讲清楚。台湾独立就是战争，啊！这做一个副国务卿一级的美国的主要的官员，这么率直，吼、哦，甲台独甲战争直接紧密挂钩，吼、哦，这是真罕见，吼、哦。头一届头无安尼讲，吼、哦。啊，伊讲，独立去讲啊，这是因为，佮互我甲话讲较清楚，独立代表战争，这代表讲我美国爱出动陆海空军，包括海军陆战队。啊、来台湾，跟恁这独派输赢，哦，所以美国讲台独代表战争，咱过去的想法拢阿强要甲咱拍，唔是，是美国要甲咱拍，是安那美国有这个权利要甲咱拍，因为台湾这块土地顶完，还佫有两个主人，一个是所有权证的人，拥有所有权证的，一个是债权人，因为你日本天皇。你的部队去损害到我美国，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我美国做的航空母舰、军舰、飞行机，甲美军的死伤，这你战败你要赔啊！所以进台湾等于是跌下伫美国手里啦。所有权证去予美国握有，但你要注意，握有不代表拥有，因为握有那张权状，顶管要个天皇的名，无过户。究竟他何以跟他讲放弃？本来土地若买卖，咱民间有一个卖，爱有买主啊！啊，你割让嘛，同款马关条割让，割让国代称，所属国爱有日本大日本帝国天皇啊！哦，天皇对天皇，那独独台湾跟他放弃，啊，唔知要放弃啥，拢无讲，代表这是美国，你为着伊个政治利益，吼、哦，伊嘛咧耍文字游戏，哈、哦。啊，暂时，咱嘛依照琉球模式，那么等于日本，爱咱的母国日本政府跟美国政府咧参详，看下佫赔你偌济钱，你较要甲台湾赔哦，相等于日本嘛，哦，这爱照步来，唔是，这唔是无主人的土地呢，这有两个主人啊，我讲啊，一个日本天皇，一个美国啊，你爱甲这两国拢讲个好势啊，看该赔偌济，吼、哦，赔了等于日本大日本帝国。咱爱个要个大日本帝国，爱制定伊个参众院爱制定分离条款，是毋是荷兰会当个独立建国出来？哦，即爱天皇有同意啊。日本天皇若无同意，咱代志拢袂做定哈。唔好干那用讲感情的哈，讲放弃了，依据旧金山和平条约，日本放弃台湾以后。台湾就是我们台湾人的台湾哦，讲来听得足爽的，法律上拢站不住脚，哈、哦，迄种感情的语言，唔是法律的语言，哈、哦。啊，像咱美国讲台湾未使公道，你甲想，伊美国是一个民主、自由、法治、公人权的国家，哪会讲咱台湾人要公道未使？这都违反美国的精神啊呢？但是这有原因。第一就是讲，美国真惊咱台湾人去学中华民国国民党这个愚民教育，教讲恁拢变作中国人去啊！所以咱个
2008年谢中庭，还是2012年小英，伊咧跟马英九咧算，你甲看，马英九是表明伊是终极统一统一的人，结果台湾人大部分拢选要统一的人管。哦，谢中庭应该是咱输200万票，小英三只小鸡，小猪啦，个小鸭小猪。迄声势气势遐尼好，结果咱嘛还阁输80万票。啊，你若甲这两场刘鹏总统的大选，你甲当作统独公投，咱输呢？啊，你若真正安尼甲办落输，阿强啊，解放军入来，因为你甲要统一啦，万九要求伊入来，合情合理嘛，合理台湾民意嘛。啊，你这个民意，美国、日本、全世界国家。联合国拢爱甲你尊重支持嘛？解放军若入来，咱就惨啊！美国甲日本总共有美日安保条，伊嘛无理由出兵来甲咱处理、甲咱保护呢。好、哦，所以这非常危险，所以台独足危险的哈！莫甲咱话爽的，讲台湾要独立啦，台湾要建国啊！好、哦，啊，这就是啥啦？美国要要求咱台湾民众爱训练4000人。哦，储备干部，啊，甲荷花41万分的台湾政府首长，这个就是爱有你起码有咱民众有基本的支持的本土台湾人，吼、哦，你若无这基础，美军要入来啊，咱台湾人拢咧反美，拢许马英九咧甲咱制造反美，吼、哦，比如讲去年马基奥个日本的男朋友，吼、哦，两个拍这个台湾人的司机，哦。中华民国这个媒体透早报告，不过报告消呀，连续一礼拜，要引起咱台湾人反日仇日。过来，调讲甲美国要卖台湾牛肉，这毒美牛的这个一挂资料，调讲留予迄个民进党的立法委员，和民进党的人在立法院咧骂这个美国，讲是安那美国遮夭寿，遮歹。要卖这个有毒的瘦肉精，这牛排要给台湾人吃，要造成咱，给咱台湾人对美反感、仇美，吼、哦，反美，啊，这就是中国人的奸诈，吼、哦，咱无中着这个计，啊，咱提台湾政府的身份证来代表讲，咱是本土台湾人，吼、哦，啊，咱这个发台湾身份证这个法源是啥，吼、哦，你注意看、哦，咱这个有一个 class 分的，只干啊。本土台湾人，吼、哦，你有签，我都签了。你爸爸妈妈是日本时代有户口填本的，还是阿公阿妈有日本时代户口填本的人，才会当摕到 TW 这个身份。啊，有这个身份的人，以后较有资格做公告人员哦。哦，所以以后咱接政权，中国人这身份呢，吼、哦，咱会一直会该处理掉吼，和、哦、咱台湾人起来做。以后选举嘛，敢若有 TW 的人较有资格参选，还是去参加。投票，哈、哦！中国人无，中国人伊的身份也摕到 C 的 Chinese， 一就是 exiled， 就是流亡，就是难民，伊会摕到难民证。中国人以后台湾咧办公投、办选举，伊拢无资格参加，伊嘛袂使做公告人员，哈、哦。甚至若无配合咱的，咱拢要甲遣送等于中国，哈、哦。好，啊，这个法官咱就依照这几项，哈、哦，而且。你若有穿到，你变过来你的身份证后壁拢有哈。好，啊，台湾安尼有水无？足水的哈。这个2008年我在爬山翕的，这是东海岸，真正有水，拢无啥物污染哈。海水安尼有够清，但是真可惜，咱台湾。这48年来，拢在做人的基地，吼、哦。这个荷兰人来，咱是伊的贸易基地，吼、哦，伊来就是要赚钱，所以台湾的梅花鹿叫咱的原住民，吼、哦，原住民一直抬，一直掠。本来咱的鹿啊，水鹿啊，还是梅花鹿是迄阵的入口，吼、哦，鹿啊靠，咱讲人是人口。入口是比人口比较济哦，哦，比如入口迄阵当时
有一千万只，迄阵的人吼，可能六七十万尔。哦，你四百年前迄阵，结果好到即嘛，啊，你要看水路啊，要看梅花鹿，啊，去动物园看，哦，表示荷兰人来，为着落皮，因为迄阵荷兰人因拢住伫较寒冷的所在，啊，伊顶甲这落皮做做皮衣哈。迄阵有做滴皮件的，当做皮带吼，啊，落皮包，啊，做御寒的吼，一定甲只落皮，袂予迄寒冷的国家像日本、吼、韩国，吼啊，甲欧洲迄边北欧这人，我做一定趁做滴钱。过来，伊叫咱做只台湾人，他们做迄落正甘蔗，吼啊，只蔗糖、蔗糖，迄阵是足高级的。奢侈品，吼、哦，这嘛赚足多钱，所以咱做变伊个贸易的基地。好，了，电线工来，咱做变伊个反清复明的基地。啊、哦，伊大家用屯田的那个制度，哈、哦，有官田嘛，哈、哦，所以你讲台南有一个官田，迄就是伊用井字，哦，中迄、那个、就是。你边个人做？哎，中个来倒做，哎，来交，迄个就是要交税金的，哈、哦。嘛是拢咧做伊个反清复明的基地，哈、哦。好，郑成功，迄个大清拍败了，大清你来管，两百十几年，甲咱当作，会使讲三了三，算伊化外之地就对啦。无啥咧甲咱治理，伊所派来官员。伊阁作惊讲，袂使住遮伤久，所以三年都要换一阵，袂使回伤久，牵遮地方的人族交结，过来还清。所以中国人，嘛迄个大清的人来，阁袂使扎家眷，伊某囝拢爱留在大清帝国迄边，等于做人质，哈。啊，所以因清朝官来，拢会贪污，所以有一句话讲，三年官。两年就满，迄是落地啊，拢地甲满满满，拢歪哥嘛，吼、哦，啊，就准备要，反正要搞啊，钱歪爸准备要等于大清啊，吼、哦，所以拢无心好啊，伫台湾治理。所以你看两千十几年，唔，两百十几年治理台湾，治理到二零啦，迄阵台湾的卫生环境啦，一挂行政设施，拢输日本输足忝的，吼、哦，啊，过来。我日本人依据马关条约摕到台湾了，日本人你要甲咱管五十冬，真正要甲台湾好好啊建设做一个伊海外殖民地的模范，哦，所以当初日本派足侪足优秀的这个老迄、那个留欧美即个较先进的一挂人士来台湾咧治理，哦，所以你看。早期的日本式的建筑，足成欧洲的，吼、哦，足可惜的，这日本的这企业这建筑物，中国人来了，有计划安尼看看，甲你灭，因为伊那看，伊遐，这个欧美式的这个建筑物那留落来，看即马中华民国所起的建筑物，你甲对比，还佫输人，迄、那个。七八十年前，哈、哦，所起的这个建筑物的迄个设计的这个方位，哈、哦，迄真了有够水的。啊，伊今仔看老李都还佫比了吼，等于讲人一百年前起的，比伊即马所设计出来较水，安尼伊真啊足无面子，所以想尽办法，就是要用理由讲啊，这变违路啊，爱降掉，伊唔是讲编预算好啊，迄个维护。拢是想白了讲啊，这个围路卡掉，抹灭我们的记忆。因为美国人唔是日本人来台湾，伊伫各所在拢冇做神社，好、哦、公园，好、哦，结果伊拢把神社迄个门拢关掉。本来拢有酒灯、石灯笼喎，迄拢头拢摕掉去啊。你看，愈来愈要看了日本味的，愈来愈少哈、哦。啊，所以日本人来了。发现台湾这个宝地了，但是野心，伊个
军国主义起来，这个东条英机哦，甲台湾甲设置，伊要南进南洋这个前进的基地，哦，如果咱有做人的基地，啊，即马中华民国流亡来台湾，哇，咱一个反攻大陆的复兴基地，啊，咱弄咧做人的基地呢，安有可能无？啊，所以爱台湾。唔是干那用话呢，吼、哦，咱爱好好加入这個台湾民政府，吼、哦，咱加这个法律论述，吼、哦、来好好来研究。啊，加咱台湾人应该知影基本的知识，吼、哦、爱了解。吼、哦，啊你莫怀着好心做坏事，吼、哦。我讲一个故事，给大家听。有两个兄弟啊，吼、哦，兄哥，你太低。小弟，尾啊，本来两个拢咧抬地啦，啊尾啊，小弟有甲我讲啊，唔好去抬了，我爱来食菜念经，哦，到处食菜念经，来化一挂这个业障了，对吧？啊，因为早古早也无闹钟，哦，啊所以拢都两个规定讲，啥物人生醒都爱叫迄个人起来，哦。啊，即卖哥哥抬地，那醒个啊，就去叫弟弟来起来起来念经啊。啊！那弟弟醒醒了，来起来，哥哥，起来，那太低啊！叫这两个年老了、死了，哇！哥哥，太低上天堂，弟弟念经下地狱，什么观念？啊！都怀着好心做坏事啊！弟弟好意讲啊，弟弟你要起来，太低，好。所以这个下地狱，吼、哦，唔是你念经里头，吼、哦，同款，同这个意思。即马真侪人，咱要来遮参加民政府的活动，吼、哦，你的朋友还是亲戚，甲你讲，好心甲你讲，唔好啦，迄莫去啦，迄诈骗集团啦，有无？这就是怀着好心做坏事，会拖慢咱的速度。美国要求咱来训练4000个，啊，都遮外口遮假好心的，嘛唔是假好心，伊。有些真心，但是无了解，结果伊咧怀着好心咧做坏事啊！等于咧扭咱的后脚，咱本来速度会当较紧的，都讲你唔好啦，莫去啦，来拖慢你啊！这就是怀着好心做坏事啊的理由啊！啊，所以啊，有的人讲啊，恁笑哟！啊，今摆啊，这个中华民国政府都好些好些，啊，恁哪会要去另外做一个政府？啊，咱这做，咱是照战争法、战争法来，照国际战争法来，咱唔是乌白做的呢，吼、哦。所以有人会讲咱这笑的。啊，其实我阁讲一个故事，讲以前迄个高雄有一个罗德，遐有一个龙发堂，有无？较早无精神病院呐，你若取笑的人，唔知要送去对，吼、哦。啊，有的人弄到北大厝哩。啊，拄啊，这个龙华堂这个主持吼、哦，有迄个善心，伊讲，就甲所有遮个呐，无得无人收留的，拢甲收开。啊，租一个古队有无？互因弄过，啊，叫因来种菜吼、哦。啊，有时啊会当出去表演，赚一寡钱来维持这个庙事的开销。我、啊、咱有一个同亲嘛，捌伫遐做技工，啊，伊看迄个人都有一个都学员都看到都正常，甲问讲，啊你太不爱出去啊？你看你都好些，迄、那个甲讲，唔通，外口做危险的，外口遐拢笑的较济，好，啊所以感官这个意思。真侪人会讲咱笑的，好、哦，但是你来遮上，你三讲，你就知影讲咱咧照法律讲的，咱唔是照感情，哦，咱照步来，哦，照美国的指示，咱一步一卡印，吼、哦，咱唔免计较。美国叫咱做啥，准备啥，哦，美国叫咱甲法律论述研究好，唔好许中国人洗脑去，吼、哦，唔好去学做中国人，吼、哦，这足重要，吼、哦，所以。想到咱的选举，就是咱去用洗脑去啊！吼、哦，我想是今仔当啊，吼、哦，嘛真侪咱的江苏
讲一寡，哦，你看到的，你以为看到真相，其实你看到的是假象。好，哦，真侪拢是安尼。好，哦，都我做一个咧吼，有一届我搬厝嘛吼，啊，伊我的对面哎，准备来跟厝边隔壁熟在者。我看伊，伊已经房间已经厝出来。我讲，哎，哦，一栋头天的你的哦，伊讲无啦，我讲租的啦。哦，大先生继续讲是租人，你以为看到真正，哎，就住你家应该是伊，结果是伊租的。啊，即马有人来收租，出租，我就讲啊，这个出租，讲哦，你出租，结果佫唔是，无，我这是租赁公司派我来收钱的呢。租人够另外这里，所以你看到的不一定是真相，你要去了解真相。你若无问，敢那自以为是，哦，啊，真侪你真正都会弄错方向。哦，甚至你若无了解咱家己的身份，讲我到底是谁，咱就认插做老爸，认中国是咱的祖国啊！哈，哦，其实若要头拄我讲的，若要认祖归宗，咱搁比较早嘞。哈，哦，咱早几啊万年，哦，啊，这拢会当。网络上，你拢会当去调资料，拢会当看着，哈。啊，只是爱经过整理，真侪人无经过安尼整理出来，我安尼整理了来简单扼要来甲恁讲，介侪人会搞不清楚，哈。好啊，我大概是先讲到这啊。各位有我拄啊讲的有无了解，要提出发问的无？我要两分钟，好来请。我请教老师了哈，那个说美丽福尔摩沙哈，啊，依照我以前有跟那个历史研究的教授哈上过很多课，我们的四百年前、四百年后的这个台湾历史哈，那当时叫福尔摩沙应该在这个地球上啊哈，葡萄牙人航海的时候，在海上远远的看到咱这个台湾岛哈，啊，伊才发一声讲，哇，福尔摩沙，福尔摩沙应该是西班牙语、葡萄牙语、西班牙语翻过来的，福尔摩沙是形容词，应该不是地名哈，不是名词。啊，那么这个美丽福尔摩沙，啊，那都好像重复了。好啊，台湾最早那个荷兰时期的时候啊，哈，荷兰来台湾的时候啊，那个时候他叫台湾叫做叫做佛叫做啊，我忘记了哈，啊，后来又叫做台元霸丸的丸，哈，台湾哈，啊，噶日治时代清朝末年的时候。日治的时候才叫做台湾，咱自己玩吼，湾呐吼，啊，台湾是叫做霸湾的湾，台湾哈，啊，那么这样子的话，我昨天上课有听到，不晓得哪一个课程我忘记了哈，他说，如果我们台湾来叫做 Formosa， 把 Formosa 拿来做名字，台湾的名字，我觉得跟我以前。历史专家上的课哈，就好像有点出入啊。现在老师这个又是这样子哈，我是模糊了，迷迷糊糊了，请教老师一下。Formosa 是在西班牙文大概很漂亮的意思哈，很美丽的意思，嘿，嘿，对 ，OK。Formosa 在这个地球上有很多对，很多地方。那这个目前我们旧金山合约上面也是用 Formosa， 好，所以我也希望以后我们不要用台湾，因为台湾。这是汉字的系统，好，哦，啊，有人讲台湾，那用台语嘛，有人讲叫埋冤，埋葬的埋，冤枉的冤，你台湾袂？因为很多人都来到为中国来台湾，拢玩弄死的，啊，即马上岸船啊顶有死鬼来啊，爱先台，啊，你只船台湾袂？啊，袂啊，拢讲叫做台湾。还是较噪音起来，啊，对啊，有够台语，有诶员外员，哈，所以啊，我这边意思讲，这汉台湾，你呐，以中国古时候也有说东琉球什么，因为当时中国人没有经纬度的概念，所以他有时候把
屏东小琉球嘛，讲这琉球，好啊，来日本的琉球嘛，讲琉球，啊嘛，我就要讲咱东琉球，灰沙沙，因为他有时候我在讲是那个岛，啊你因为没有经纬度，所以都混淆了，所以咱叫美国，究竟那和平条约有五十一个签约国，好，他们都签的那个国际条约，里面讲的都是Formosa，所以我们以后也不要讲说我们是台湾或者台湾人台湾 ese， 我们直接用 Formosan， 好，用 Formosan 这个来称呼台湾，这样比较不会混淆，因为这个是人家有经过经纬度，外国人拢讲咱 Formosa， 好，当然这么因为美国来关岛了，引用日本时代来台湾，所以也有在用台湾，但是我们希望以后我们回复到用 Formosa。对，啊，我还。有上过一个历史专家的课，是那个李晓峰啊，专门研究我们的台湾历史的，还有那个台中的那个中兴大学里面的那个历史学院的那个叫做黄秀镇，黄秀镇教授，他也来跟我们上台湾史的课啊，他说如果我们要叫我们的名字的话，可以叫做 Formosa 台湾，美丽的台湾，这样子好像比较恰当，这样哈。这样又复杂。我是请教你，不知道我现在光搞糊涂了，我们才被不会了。安那给我看喝完。因为我们就因为我们回归历史的原点，也是回归到旧金山和平条约上面的讲法，和那个旧金山和平条约才是救我们台湾的。那台湾关系法里面所讲的是台湾。那他是保护 the people on Taiwan， 所有住在台湾岛上面的人，美国都保护，包括保护到中国难民。那旧金山合约如果他讲说 Formosa 的 Formosan 就是本土台湾人，就没有保护到中国人这些难民。好，因为时间关系，我先讲到这里，谢谢大家。各位好，请起立。哦，下课休困哈，啊，楼下一楼的餐厅食饭。台南州的陈柔荣、赖燕婷，以上两位来找我一下。台南州陈柔荣、赖燕婷。